为什么要试孙策啊？我想试一点还没有人通关过的队伍啊，而且我觉得三国二其他两个都过，那孙策作为最让人惊艳的存在，应该也要怎么说？因为当初出四霄的时候，我看的贝利我就觉得啊，完蛋，这队长。可是我觉得四霄很有趣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困了，晚安，晚安。